蒜蓉粉丝扇贝。今天用的是粉条，我最喜欢吃的粉条。哇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扇贝肉呢，是今年的新货，每年的五六月份正是这个扇贝肉的产季，现在吃就跟现在这个天气吃西瓜一样，最在时。嗯，个人感觉啊，粉条比粉丝好吃多了，有更糯。哇，嗯，鲜美好吃，每包半斤，78块钱，5包，包邮到家，全部都是带黄的啊。